要颁最后一个奖项、哦、对，最后一个奖呢，就是我们大家每天都会用的网路，就是网路音乐类年度得主，得奖的是，看一下，别以为 Julia 吴卓源，乡民女神是得到这个奖项，可是呢，有一点残念，有点可惜，是她刚好不在台湾啦。对，那怎么办呢？她今天应该有带来一些小惊喜啊，应该有。她有交代我说她不能来，对，现场要演唱。真的吗？好，那我们有请她。好 ，OK， 好，有请吴卓源， okay, 让我们欢迎吴卓源。Beautiful， 别意外。好棒，恭喜你今天得到这个奖，90年代小姐，恭喜你，谢谢，得到这个奖，你有什么感言吗？其实他有 po， 他有录一些得奖的感言，我们来看，但你只是想要唱对不对？是想唱而已。好吧，那我们看他的那个得奖感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 Julia 吴卓源，很开心这次获得社群风格名人奖，网络音乐类年度风云人物。很遗憾这次我没有办法亲自来领奖，因为我现在人在日本做宣传，但是呢，还是要谢谢所有一路有支持我的朋友们，当然还有康泰纳仕。So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your love and support, and I hope I'll see you guys soon. 谢谢吴卓源 ，Julia。